好，我是 Rachel， 今天就来到会展，就是想带大家看看运动消闲博览有什么好玩。有超過20多個展區的，有超級多嘢玩。譬如話一入嚟，我哋就見到有好多嘅賽車啦。咁右手邊咧就係電競嘅虛擬賽車。咁咧呢邊咧就係一個真實嘅高卡車啦，同埋一啲兒童嘅漂移車。咁我啱啱咧考完車牌，終於可以過下手癮啦。係，試下揸兩邊。呢個。OK， 好。咁啊，可能收啲 brake， 收 brake， 咁啊入只彎啦。係啦。好嘅，順利，冇飛咗出去啊！今次又係一個轉彎位啊！呢個果然唔同啲啊！考咗車牌唔同啲喎，依家同上年個分別有出入喎。喂，唔可以，唔好贊我，搞唔掂。Hello， 咁我头先咧就玩咗嗰个虚拟系列赛嘅赛道啦，咁依家咧我哋就嚟玩 Pro Racing， 咁咧就玩呢一个 Formula One。OK， 好明，前面又要转啦，刹收，油门唔好放，油门去三分一，差唔多系啦，好靓啦，好靓啦，好去埋，好靓啊，呢个弯好靓，再刹收，油门三分一再去埋。好靚啦，好靚啦，系啦。哦，你捉到啦，你捉到感覺。OK 啊 ，OK 啊。又轉啦，又轉啦，系啦。呢一個 F1 嘅賽道咧，雖然要俾30元玩三圈，不過咧佢就送埋何文田小型賽車場一次試玩體驗噶。如果大家唔想俾額外嘅錢，隔離場咧有好多電競賽車位留俾大家試玩。不過因為太受歡迎啦，大家要俾啲耐性排隊啦。競技碟杯總會啦，就嚟試下玩碟杯嘅，係啦 ，Winnie 麻煩你。大家好。好，咁而家咧教 Rachel 玩一個最容易上手嘅項目啦，叫333項目嘅。咁我哋咧就係堆疊，雙手去堆疊一個金字塔，兩個金字塔。好啦，冧咗唔緊要，執翻就可以啦。跟住做埋第三個，去翻起點，收。系啦，咁呢個就是一個333嘅堆疊啦。咁我哋不如試下用冇唔用計時器試一試先啦，好嘛 ？Warm up 一下先。好，雙手，係啦，啱啦，冇錯啦，雙手，跟住去起點，雙手，係啦，冇錯啦，啱啦。好，咁而家咧，我哋用計時器去試下，睇下你第一個紀錄係幾多秒可以完成。好，準備咯，雙手放計時器 ，ready， get set go。雙手，起點，起點，拍計時器 ，OK， good job， 好第一個時間，5:59第一個 record， 我個手都會震咯，係都勁緊張，係啦，冇錯，嗱一緊張咧，反而可能會影響嗰個時間，係啦，冇錯啦，咁所以你話有計時器同冇計時器咧，其實都爭好遠啊。系啦，咁啱啱嗰個就係最容易上手嘅項目咯。O K， 係啦，咁就係、是、譬如啱啱嗰個333動作啦，譬如我哋啲選手咧，大概1.8秒左右可以完成到。1.8即係咁樣嘅錯，係啊，冇錯，就係真係我哋眨下眼嘅時間，佢就啪做完，啱啱嗰三個堆疊啦。今次运动展咧，仲邀请咗香港碟杯代表队嘅成员。唔好睇佢哋年纪轻轻，啲动作快到咧，以为教咗2倍速啊！我哋依家咧就嚟到呢个棍网球嘅活动啦，咁就系香港棍网球总会去举办嘅。咁我请到Iris 咧，幫我哋介紹一下呢個運動。咁我哋首先攞前一後嘅手揸住啦，咁咧然後撳住個波向後一拉，咁佢就可以上到嚟支棍嗰度啦。啊 ，OK， 我哋可以試一試，撳住個波
向後一拉，啊，就係咁啦，咁唔難啦。嗱，咁我個棍嘅尾巴嘅位置咧，對翻住你瞄準嘅窿窿嗰度，係，咁然後就可以嘗試射入去，就咁樣分，冇錯啦。啊，哦，超成功，冇錯，好，五球三球 ，PC。五球入三球 ，OK， 好，交个舞台俾你。直接计分嘅啦，我第一次玩嘅啫。OK， 嗱，兜起冇问题。系啦，个棍尾指住。好惊啊！系，哇，两个啦已经，超成功，轻松。睇嚟我有呢个天分啊！诶，仲有一个，系咪就有礼物啦？系，可以。可唔可以百发百中咧？系，哇，好劲啊！要唔要加入榜队？Iris 仲兴奋过我，真系好犀利，好难嘅咩？系好难嘅咩？系啊，都好多人都中，哇，好劲啊！因为我哋之前系十球中六球咁样嘅，哦，即系我依家系百发百中，多谢，好劲啊！多謝，頭先試玩完咁多唔同嘅運動，哇，個個都好好玩喎！如果硬係叫我揾一樣嘢嘅話咧，我覺得我依家咧有啲血糖低啊，我都係去一去零食區睇下有咩可以補充一下先。如果大家都想嚟嘅話，就記得把握五六日嘅機會過嚟啦，仲可以去埋書店添。